们那辆货车是盯梢的，金嘎的我感觉不要了，没成功了，铁道虎给我再蹲下，开快点 Jacky， 快点 V 开枪，就这么晃开个毛，发现了 V， 我操，没事，以后再说吧，现在咱们赶紧回家去。以后再说吧，现在咱们赶紧回家去。